那么在大家努力之下，我们现在的经济成长率已经连续九季的正成长，非常欢迎大家到总统府来。那么各位都是政府跟产业之间的沟通的桥梁。那中小企业是台湾的经济的命脉，我们全国有将近80%的就业人口是在中小企业工作。那么在大家努力之下，我们现在的经济成长率已经连续九季的正成长，那么下半年的景气预估也可以延续今年的成长的趋势。那么我们也持续协办中小企业拓展新南向市场，在资金面上面呢，我们开办了新南向信用保证方案，可以提供总额500亿的保证融资的额度，全力的来协助前往投资的中小企业，那么可以顺利取得营运发展的资金。那我要告诉各位，政府一定会跟中小企业一起来面对挑战，实践目标，那我们一起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努力。